善导和尚是弥陀化身，有大智慧，有大神通，其所事专杂二修，起力无穷。专修为身业专理，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一。杂修为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纯一，故难得意，则百中悉得一二，千中悉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成言，千古不易之体暗语。这一段呢，是印光大师啊对善导和尚的专杂二修的一种体悟啊，一种体认和一种呢崇仰。说善导和尚他是阿弥陀佛化身，他教导众生啊都非常的平实，不讲玄妙。那么至于所示我们专修和杂修这一点呢，对我们净土的行人可以讲有无穷无尽的利益。我们大家往往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想往生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他是不是真心切愿，是不是专修念佛，是专还是杂。净土法门有一个分水岭，你杂修你就往生不定，很困难，很危险，修的很多反而往生不定，你专修就一定往生。怎么看呢？什么叫专修呢？身业专礼，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口业专称，专门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不是说为了往生西方，觉得专念阿弥陀佛一佛名号够吗？是不是再加上其他的佛菩萨，加上其他的经典咒语，再加其他的法门？如果那样就杂了。所以身口意三业啊都要专，身业专理，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啊，凡有意念又意想，都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不杂其他的法门，不杂其他的种种修持，不以我们自力修行的种种有为造作来夹杂，我们都完全仰靠阿弥陀佛名号。所以啊，身口意三业。那么什么叫杂修呢？为兼修种种法门，他也念佛，他也诵净土三经，他也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不专，他兼，兼就是再修别的法门，再用咒语啦，持咒啦，诵别的大乘经典啦，修其他法门呢，然后回向往生，用这些法门的功德啊，以为说我修的越多把握越大，功德越高，这样回向求往生。这样的人呢，我们一般人都觉得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他认为这样往生更有把握。我修得越多越有把握啊，功德越大啊，善根越多啊。但是呢，恰恰相反，这样叫杂修，因为心不纯一。心为什么叫不纯一啊？没有纯，没有纯净，没有专一，他心里边没有一个主宰对象，这个佛那个佛，这个经那个经，这个咒那个咒，就杂乱。所以这样呢，难以得到利益，跟阿弥陀佛啊很难，就是这个感通啊。因为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毕竟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么你一杂了，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感通就很弱了。你心里没有主宰，心愿不恳切，你不专一，你这样不就杂了吗？那么感应道交就力量弱了，阿弥陀佛愿力你不能完全契合靠上，你靠自力修行怎么能往生呢？所以道理很明白，这样的人往生呢，是百种悉得一二，千种悉得三四往生者。所以有人讲啊，求道者如牛毛啊，得道者如牛角啊，啊，这个一万个人念求生呢，有没有一两个人往生呢？那么如果一万个人念佛，一万个人专修念佛，信奉阿弥陀佛救度，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是万不漏一，千门万道，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你们出去啊，大家去访一访，问一问，只要这个杂行杂修的往生就困难，只要是老实念佛的，没有不往生的，都走得很自在。甚至说，哎呀，一辈子没有怎么修行，临终呢遇到人助念也能往生，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专还是杂。那么结果呢，不了解这个道理，形成了恶性循环。怎么叫恶性循环？哎呀，你看某某人呐，一辈子苦修啊，
修了那么多法门还没往生，我们要更加努力的扎修。你看看，他因为他没往生，他说他修的不够，他比他更杂，结果你往生比他更差，恶性循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往生，是因为他不专，是因为他心不专一，心不纯净，没有跟阿弥陀佛一心靠倒，没有通身放下彻底靠倒，没有全部仰靠那么阿弥陀佛。正因为他杂了，所以他往生没有把握，走得不殊胜。结果你不知道吸收他的教训，反而呢重蹈覆辙。哎呀，某某人出家多少年了，读了多少经典啊，他没往生，因为他杂，所以我不能向他学，我要专。以他为前车之鉴，你这样你才是以祖师的教言啊，所以以经典的佛的金口成言，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说啊，三辈众生要一向专念无量寿，没有二项，这个才稳当把握。像我们坐船过海，你就一心一意坐一条大船就稳当，你脚踏两只船乃至三四只船，你是肯定不稳当。有人讲，我学净土宗，一学禅宗，一学密宗，说我学净土宗再加禅宗双保险，再加密宗三保险，再加戒律宗四保险，加天台来，你呀、啊，两保险三保险是一个都不保险，你真的保险不可能要第二个第三个，对不对？你有第二第三是肯定心里有怀疑才有第二第三，保险哪里还有第二个第三个，都百分之百了就不用第二第三了嘛，有双保险一个不保险。你这个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啊，十方诸佛虽多，为我们这样的众生发愿以易行简便的法门救度的佛只有阿弥陀佛一佛，诸佛法门无量，适合我们这样这样众生根基的法门，能够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只有念佛这一法，所以就不要杂了。印光大师讲啊，这是金口成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从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都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佛讲的话。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他讲的就是阿弥陀佛讲的，不能改变。佛讲的话才叫金口，成言就是诚实语啊。我等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这是定下来不能改变的。